大家好，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们汉语能音及其相关的汉字。我们祖宗啊，对我们人类本身的观察、思考、揣摩和研究啊，不可避免的要参照着动物，利用动物来作为一个参考比照啊，以对我们本身啊，进行深度的这种研究啊、观察、揣摩、印证。那么，毕竟人和动物啊，外观上或者特征啊都差不多啊。其实我们祖宗呢也认识到了，我们人类啊不是一般的动物，处在灵长类啊有血性、有灵性的这些物体啊、这些动物啊的顶端啊。其实我们今天啊也有这样的认知，这都得益于我们祖宗给我打下的基础。那么祖宗呢，在对动物啊，所有的动物啊，能接触到的啊，能观察到的，进行了观察、思考、揣摩和研究，发现啊，有一种动物，这个跟别的动物不一般，很特殊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描绘一下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明白啊，这是一种什么动物。一，这种动物呢，成年了啊，体重啊比较大，很有力量，很有才干，这个很有本事，这个还能用两条腿行走，啊，像人一样。那么还有呢，它能爬树啊，能爬坡啊，还会游泳啊。还不怕冻，不怕冷，能在水里头啊，浸泡很长的时间，皮糙肉厚啊。这个一般的这个食肉类动物呢，对付不了它，它是一种食肉类动物啊。从某种程度上讲啊，可以独霸动物界。这样一种动物啊，我想大家也知道，就是叫熊。当然了，这个熊啊，是我们今天叫熊，祖宗那个时候呢，不叫熊，叫能啊。当然了，祖宗最早赋予这个音字的时候呢，也是画了个画，画了个图，就画了这么一个我们刚才跟大家描述的这么个东西啊。那么发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字呢，就是能力的能。那么祖宗啊，赋予这个能音啊及其含义的时候呢，这个文字的含义的时候呢，自然而然，就有这个熊的这种特征啊，才干本事啊大啊。那么你想想能上山爬树、下井下水啊，还会捕鱼啊，对这个特别是对。好多动物都退避三舍的这个蜜蜂啊，这个，毫不畏惧，哈哈，直接就乐意吃这个蜂蜜嘛。熊这是它的一个爱好，食物上的爱好。那么确确实实，这个本事不太小，还会游泳啊，什么虎啊、豹啊、狮啊也对付不在话下啊，甚至你像。其他的动物啊，不会爬树呢。那猫会爬树，很灵巧。那个熊啊，那个爬树的这个本事啊，也很大。所以呢，才干啊，也很有才干。那么模仿能力也很强啊。某种程度上我们讲吧，就是大脑，哈哈，不如人啊，不会说话啊。那么动物语言肯定是有了，那很简单嘛。那么就有这么一层含义。那么后来，再后来往后演变呢，我们祖宗呢就把这个含义呢拓展到了人，我们人身上，和人差不多嘛。我们本事才干也不小，所以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啊，也叫能啊。那么呵呵这种人啊，本事大嘛，哎。技能全面啊，所以叫能人。那么还有呢，
就是学什么东西灵活，一学就会，哎，学而时习之更不在话下啊。所以啊，说这样的人啊，有这样的特征啊，也叫做能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能够去堪当啊，承担、胜任或者善于某一些这个工作啊，做得很好，也叫做能啊。这人的这种能力了啊，这种技术啊，这种技巧啊，这种不管是这个行为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啊，所以都包含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就觉得有些事情啊就该这个样子，所以也叫做能啊。应该可以啊，可能性很高啊，这个概率很大啊，也叫做能。那么还有呢，发展到我们这个近现代啊，就作为一个力量，的代表啊，或者说是这个代名词啊。当然了，其实呢，这个东西啊，叫能量啊，叫能。啊，这个动能、势能、太阳能啊，这个各种各样的能啊，动弹能啊，化学能啊，什么物理能啊，其实呢，人类是给这个东西有个定义啊，也没弄清楚，今天没有人给个定义，能量是啥东西也不知道，但是就知道是能啊，反正就是能啊，那厉害啊，力量大啊，储存的这个。力啊多啊，这叫做能啊，也叫能量。那么有了这么一个演变，那么基本上呢，跟熊没关系了。后来呢，祖宗也又把这个熊啊，用熊啊去进行了描述，而熊的这种本事、这种特征，哎，保留下来了，还保留了这个。这个熊啊，的一些这个痕迹啊、特征或者说特点。那么其实呢，雄鹰我们经常用的就这一个字啊，有时候呢，还有一个贬义的，这是更现代了。那么跟这个熊啊，那是用这个熊啊，不，这个能啊，能，今天讲能。那么跟这个能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瓜葛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关于这个能啊跟熊的关系。我们刚才说嘛，这个熊愿意吃蜂蜜啊，当然蜂蜜蜜蜂也愿意吃蜂蜜。那么祖宗呢，在造这个字啊，这个能字的时候呢，嘿嘿，有时候也这个能底下不是四个点熊了，而是下面画了个虫子啊，其实呢就是带翅膀的昆虫。有的是后来演变成一个虫子啊，有的时候是两个虫子，那么这叫什么呢？啊，这也叫能啊，因为什么含义呢？就是也跟熊有关系，就指着蜜蜂啊，当然蜜蜂也很多嘛。其实祖宗那个时候就是总称啊，蜜蜂的总称。那么跟这个能呢，跟熊呢不一样，所以底下是虫子啊，声明它是个虫子。没有熊那么大的本事啊，就只是一种昆虫，因为我们这个蜂很多啊，其实蜂都会酿蜜啊，都会做蜜啊，蜜蜂你会做，其实土蜂它也是靠这个吃啊，花粉弄酿成蜜，什么马蜂啊、食人蜂，各种各样的蜂，各种各样的昆虫都叫做能。那么大家感兴趣呢，字典应该能查到啊，在这个古书里头有。那么关于能音啊和相关的字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啊这么多。好，谢谢大家。